另外一点，血脂高的人也要注意什么呢？要注意我们这些膳食中不要吃一些含胆固醇过高的食物，因为我们食物中的胆固醇如果偏高，你本来就血胆固醇高的话，它会对我们是有一定的影响的。比方说很多的动物的内脏，然后呢我们的肥肉，还有一些我们鸡蛋黄等等，这些胆固醇都是比较高的。所以鸡蛋呢建议每天就吃一个，然后呢像一些动物内脏的话，我们不是不能吃，尽量要减少吃，尤其是对血胆固醇比较高的人，因为血胆固醇高也是血脂高的一类，一定要是把它少吃又少吃。另外的话，这个肥肉您就不要吃了，肥肉里边不光是油大，胆固醇也是比较高的，所以这些含胆固醇高的食物呢一定要少吃。